我平常几大片的导演作品是半路出师，搁无拜师学艺苦情传的创作，而这作品咱是用了相当罕见的这天目釉，不管是色水还是纹路花草，咱是独一无二。天目釉伊这个斑点纹路拢是自然产生的，咱无法度人去啊点去啊画啦。伊产生伊那是愈密集愈精密，就是愈珍贵愈收藏的价值。安尼。柯青传的天目釉，而且创作珍贵、甲特殊的所在，就是伫伊的釉的本身。除了受丰富的矿物质之外，入釉一色，出釉是万彩，这就是予人期待佮惊喜的所在。咱伫个对外观看哦，伊有釉滴啦吼，有凸毫，就是一丝一丝，啊，釉滴就是一点一点。对啊。啊，要安怎予伊产生这个效果？这就是爱经过吼，不断的烧，爱经验去，嘿，爱经验去累积。原本是曾洪师傅靠青砖，三十岁卡接触到刀艺，无拜师学艺，家己摸家己做。三十多年过去，现在嘛变成师傅了。伊的天目头，员工无多无聊，烧出到什么款的变化，所以讲每一回创作，拢是伊上期待的时阵。嘛，因为如此，卡持续不断来创作，感受作品出油的惊喜。这个、天目釉伊是真厚的温的釉啦，啊，厚釉吼，就第一关温哦，伊会流动。啊，流动较无通掌控伊的迄个花纹，因为你1200几度，伊的釉哦是会流动的，啊，所以那是流动上严重，伊就流落来到册底，啊，迄件作品就黏掉的，啊，黏掉的就无效益啊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咧倒啦，啊。接下来多管记得做点新节目，到店来听讲。礼拜四暗时七点半，伫南天电视台第四频道来播出。这礼拜邀请到多个家柯青传，甲大家分享到伊对中风师傅教多个家的创作之路。欢迎乡亲按时收看。